之前的点圈有跑者五支一垒跑者走了，这个球打过去刚好二垒手在那边先做触杀再送一垒 double play， 刚好一垒跑者先走，二垒手冯建廷就移位过去，刚好接到球哇触杀的时候，简廷安现在倒在地上啊，倒在地上啊，是触杀那边有稍微撞到了啊，他的右脚的膝盖啊似乎是受伤了。不过在这个半局摊陈显是相当可惜啊，每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，但最后刘世刚打了双杀打，五局上半摊陈显是一分未得，还是零比三三分落后。